和平的时光让你变迟钝，胜利削弱了你的力量。我是猫女赛琳娜文文，我的信条是坚持原则才是行动的毕生关键。没想到啊，我们这么顺利就潜入到了蝙蝠侠的家，真不愧是你呀，猫女瑟琳娜文文。哼，蝙蝠侠是我们镇上最有钱的人，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偷最贵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手脚给我放干净一些。放心吧，瑟琳娜，我虽然是第一次出来偷东西，但是我知道我是整个镇上手脚最干净的贼。哎哎哦，你说的是干净是字面意义上的干净啊？当然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这鞋底有多脏？哦，专业，我懂你，顶级的贼是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。这是最基本的常识。对，保险柜在那边，把宽胶带给我。没问题。专业，用胶带粘下指纹，这样我们就知道它的密码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太脏了。哦，你是单纯的觉得它脏啊？贼是不能留下任何指纹的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是，可是你刚才粘的也不是咱俩的指纹呢。啊，等会儿先别擦了，你现在把指纹都擦掉了，一会儿我们怎么开这个箱子，密码怎么开？不就是一个保险柜吗？别忘了，我可是猫女。嗨，猫女。哎，看，哦，这就给打开了。嘿嘿，打开了，怎么又关上了？全是现金呢、啊。现金就对了呀。太脏了。什么？你想想，这现金得经过多少人的手啊？看来我不得不换上我的室内战袍了。什么战袍？啥意思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哦，你出来偷东西还得带个战袍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说你带个战袍来干嘛？你要不直接穿着来呢？哇哦，别看了，给你也准备了一件，快点换上吧。给我也准备了，这是我的衣服。不可能，这也太羞耻了吧。嗯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穿着它的。绝对不偷现金是我猫女一贯的作风。不偷现金你当贼干啥呀？那么多值钱的东西干嘛一定要偷现金呢？哦，也有道理，确实有比现金更方便携带还更比现金值钱的东西。哎哎哎，干嘛呢？行，这就是你所谓值钱的东西？我问你，这个能不能换钱？确实能换钱。包拿来，把它们给我装上。装上干嘛呀？啊，瑟琳娜，我发现呢，你好像不是来偷东西的。我大胆的揣测一下，你是给蝙蝠侠家里来打扫卫生的吧？别擦了，你看这个黑桌子现在已经让你擦得又白又亮了。没办法，毕竟它不像我，可以使用肌肤未来377二代精华，一改暗黑风格，专研377解锁亮白本色。虽然家具享受不到这样的美白科技，但它能享受到我的毛巾科技。发现了，打扫卫生确实有两把刷子。哦，原来你还真有两把刷子。哎呦，你说你在干嘛呀？你先收拾吧啊！给我站！咋的了？有钉子呀？你这穿在外面裤子那么脏，就坐人家沙发呀？不是，就给我换睡衣去。我换啥睡衣？这谁家有换睡衣？你说我出来偷个东西，我还穿睡衣？哎，为什么你能做？我又不脏。你还是个双标洁癖。哎，第一次跟你这么脏的人合作，真是晦气。哎呀妈，他还说我晦气，这都耽误多少事儿？你收拾吧啊，我自己偷我自己的得了。哎呦，这个，哎，这个行吧？这个，瑟琳娜，这个，别动。怎么了？拿好了。好了，干净了，装起来吧。
是，应该跟你那堆破烂装在一块儿，这些现在放一块儿能装30块钱。你说你在干嘛呀？你别收拾了，咱俩干点正事儿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，有人回来，蝙蝠侠回来了。都怪你，磨磨唧唧。谁磨叽？咱俩谁磨叽？咱俩。没有错，我就是蝙蝠侠，我下班回家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镇上一天都没有安宁过，我非常的烦躁。但是呢，我也习惯了这种一成不变的感觉，就像我的家一样，从来就没有变，变得这么井然有序过。怎么回事？我要再看一眼，看哪里不对？肯定是我的出场方式不对，我要再出场一次。再见。看到没有？他完全没有发现我偷了什么。根本我们什么就没偷。那是什么呢？这都是垃圾。你不要质疑我的专业好不好？我偷过上百家，还从来都没有被警方通缉过。当然了，你偷这一堆东西都没30块钱，警方通缉你干啥呀？你走吧，快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忘了你来干嘛的？干嘛的？我们来干嘛？把垃圾带上。你承认这是垃圾了？变变变，蝙蝠侠，蝙蝠侠变，蝙蝠侠 hello， 蝙蝠侠我是。变，哎，这回打开的方式对多了，对。哎哎，怎么还有两个人？你们是谁？在我家干什么？就是，是这样的，蝙蝠哥哥，等会儿，纠正一下你的发音，是蝙蝠哥哥，蝙蝠哥哥。那个我俩吧，是，不愧是蝙蝠侠，还是被你给抓到了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。我就是大名鼎鼎的猫女。喵！哈，我知道了，猫女是保洁。哎啊，对，对，是保洁。哎呀，是，可不说嘛。怎么样，蝙蝠哥哥，我们打扫的还不错吧？非常满意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先走了啊。先走了啊，再见。等一等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，当我吃素的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？少了点什么？少了点小费呀！啊，肮脏的现金，嫌少啊？不是，不是这意思，他不是嫌少，他呢是有洁癖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个他精神洁癖，不是精神洁癖，怕我侮辱他？不是那意思，他就是他就是那个意思。女人，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这么说吧，我要聘请你1个月20万。我不缺钱。你不缺钱，你出来收破烂。好，哦，好，哇，哇，女人，你在玩火，保险柜的钱你全部拿走。要想拿，我早就拿了。嗯，好倔强的小保洁。我不是保洁，我是猫女。你呀，证明给我看。这个是什么？易拉罐。这个呢？自己家的画总认识了吧？不是我家的画，没有那么丑的画。你不觉得这少点什么吗？没有啊，很对称啊。这中间不觉得有点空吗？不空啊。这不正好吗？你这人也太奇怪了吧！你这人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你们两个也太变态了吧！出来！这衣服什么意思？蝙蝠哥哥，我刚刚听说你缺个保洁，是这样的，你不用给我20万，你一个月给我3500就行，你看行不行？多少？3500。脏啊！啊，
真是肮脏啊你！什么肮脏？你呀、啊，我肮脏？对呀、啊，啊，你还能说我脏？你说啥呢？你就是脏，谁脏啊？咱俩谁脏？你穿衣服你就脏。嗯嗯 ，Moni， 你说，我得去下一家干活了。喂，你要去下一家了吗？对啊。能不能不去啊？当我的管家好不好？我对管家没有兴趣，我只会偷家。好有魅力。哎，哎，记得常来偷。哎，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他真有胆子，敢来偷我家。啊？不是，你知道他是小偷了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一开始我就知道。我是有点脑子的，你有什么脑子？恋爱脑。哦，他犯了错，你来承担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仆从，以后你就叫罗宾。罗宾。我是随从。啊，我有名字了，我叫罗宾。哎。随从有工资吗？一个月3500就行。